听过苦涩的沙，吻过天真的野花，看过古惑仔的娃娃的已经当爹了。恼人的秋风是年年的瓜，这睁眼闭眼转眼半死是啦。没有没有，砸到这个叫什么隐形盖上。引擎盖上没事儿，咦，我操！这羊咋又回来了？咋的？昨天是鸟，今天是羊。没有羊了。上面啥都没有，那估计是刚刚被羊踩松了的时候。羊都在那儿了，看到没？都趴在山顶了。被踩松的时候，砸引擎盖无所谓，别砸太阳板，电比较重要。还可以。哎，你那个衣服洗完了，我去把那个关了啊。应该洗完了吧？你不是应该？你看一下，完了吗？没有，没洗完，怎么还有二十分钟？好吧。我们现在吃完饭，在这边也不知道咋了，满格 4G， 但是那个网差的呀都特别特别的差，可能那个信号塔是不知道是在山顶还是在哪，反正这个网不行。然后这边停电了，老板这个无线网也停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自己想办法。老板没电，我们车有电，我们拿我们的车给他把无线网供起来，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用了。看我们这，好，我已经用我的房车反向给它供电了。现在有网了是吧？来，我来找。还没通电呢是吧？我还没插呢。看，从这里接个电，给老板这无线网一插，然后我们又有网了，一会儿就可以战斗了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如果它装机顶盒，机顶盒没电还是没用的。机顶盒就是无线猫光纤猫嘛。哦，看一下看一下，试一下吗？通电了吗？我们插到我这个移动电源上了，现在把它通电。真好。哎，这上次录还手背的。哎呀，哎，真行！他接收信号了呢。你拿了几毛子？光猫没电呀。现在还没显示呢。它有个假信号，它会有一个。对，它只会有信号，不知道有没有网。我还没上了。你刚刚说是问题，光猫那个。光猫肯定是。连上了。我能上网吗？我知道这房车多少米是？可以，完美解决。先收拾了吧。到我晒干了，更不好收。好了，我们有网了。我们有网了。哎，有网。有网，我试了。可以。还可以看着玩游戏。还你俩真强。比困难多。我先把这一收拾，吃完饭打扫卫生。我哪知道啊？这个锅留着，晚上还能吃的，那里面还有肉呢。擦擦锅。那他可能那就直接拉了一根线，没有猫。在这儿洗。
洗锅碗。正好就架在这儿。啊，这个摊煎饼还挺好的，刚好它这边是平的，以后这个就留着摊饼吧，能一铲就铲起来了。哇，这个水还是蛮凉的。给我刷行吗？就放在那，不用不用举。这会儿中午也没啥事儿，电器也都不敢用，停电，所以我们在那打打游戏。我们现在从60%发到了63%，现在充电的功率还有318瓦。我把逆变器也关了，这样的话它发电会更高一点，看晚上能发多少电。开始，好了吗？我们玩会儿游戏，然后现在3点了。又充了5%的电，还在300瓦的往里面充。我们还得把这个给它垫上去，防晒。天窗太大了，有一点不好，就是你中午睡觉的时候啊，这个天窗特别的热，必须给里面垫上东西才行，不然它热的不要不要的。这样给它里面垫两层隔热一下，不然它摸着这个就是热的不行，根本就睡不成。哇塞，不要卤了，今天卤的话不卤吗？那我把牛肉拿出来炒。跟这个冰杨梅，把这个牛肉拿出来炒辣椒吧。好多吃的，吃都吃不完。晚上炒个牛肉解冻一下。晚上炒一个辣椒炒牛肉嘛。嗯。然后这个是辣牛肉，就卤好的，然后把它解冻一下，晚上一切，我弄点料汁一拌就行了嘛。嗯。是吧？两个菜，还再炒青菜，3个菜够了嘛。嗯。
这个就放。不要，其实你应该这个放盆里，然后这个放那个篮子里。这样就行了。一个生的，一个熟的。这样他俩就放在这儿就行了。都在那儿敞着呢。你想干嘛？别做太多菜了。嗯，我来搞个冰杨梅。你拿一个杯子，这上面不是有一个冰块吗？你兑点水，一化，就行了，还不浪费。大热天的吃个这应该很爽。现在车内的温度28.5度，湿度好低啊，16%。太干燥了，这边每天干燥的，鼻子都是痛的。咋的？你们两个对我的杨梅很感兴趣啊？嗯，好吃。这样跟吃冰淇淋一样。